鹰眼侦测系统显示的这个区域是山东省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滨州市西部。2014年4月，一场令人震惊的案件就在这里发生了。4月26日星期六，这是五一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这天滨州下起了小雨，不少人放弃了出行计划，选择在家中度过。下午2点多，一名女子行色匆匆地来到了滨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工业园区派出所。一见到值班民警，她就大叫着自己在家中遭遇了抢劫。被害人当时报案的时候什么状态呢？就是吓得还没缓过神儿来。在询问的过程中，民警得知被害人姓王，家就住在附近，当天一早下夜班回家，简单吃过早饭后，他便回到卧室休息。可他刚刚要睡着，便冲进来一名蒙面男子，手拿尖刀对他实施抢劫。别动啊！值得庆幸的是，在这起入室抢劫案中，王女士并没有受伤，损失的财物也仅仅是700元现金。但是民警注意到，相对于大多数类似遭遇的被害人，王女士的情绪显得异常低落，眼泪几度夺眶而出。察觉到异常的民警对她进行了耐心的劝导和询问。最终王女士告诉民警，嫌疑人在实施抢劫之后对她进行了性侵害。入室盗窃、抢劫、性侵害犯罪逐步升级，滨州警方以最快速度前往案发现场，组织开展侦破工作，并安排专人在派出所里照看惊魂未定的王女士。这里就是这起入室抢劫案的案发现场。当天上午9点多，被害人回到家中，就是在这里吃过早饭之后，便回到了左边的这间卧室进行休息。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早就藏在这个房间的蒙面男子此时突然出现，闯入这个房间，用胶带把被害人进行了捆绑，并持刀威胁。这起入室抢劫案的发生令小区的居民感到十分恐慌。那么究竟是谁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胆大妄为呢？在现场警方又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发现，案发楼层位于3楼，不具备攀爬条件，现场的门锁丝毫没有撬压的痕迹，门锁没有被破坏，所以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通过技术性开锁进入的犯罪现场。通过技术性开锁或类似手段进入被害人家中实施入室抢劫，这在同类案中极为罕见。随着勘查工作的继续，警方发现每一个有可能放置财物的柜子前都留下了杂乱的脚印，柜子中的物品也有明显翻动过的痕迹，除此之外并没有获取到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这起案件非常特殊，由最初的入室盗窃转化成了入室抢劫，并且对被害人实施了侵害，犯罪手段一步一步升级，行为非常猖狂。这种入室盗窃、抢劫、性侵害的案件随着犯罪逐步升级，极有可能诱发命案，严重威胁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这也是对警方执法办案能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公然挑衅。通过对案件相关信息的梳理，警方分析嫌疑人作案方法娴熟，熟悉被害人作息规律，应该是一名惯偷。而案发小区附近就是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企业，有上万名员工，周边10余个小区的居民大多都是在这家企业上班，作息时间十分规律。如果嫌疑人掌握这一规律，他很有可能再次作案。如果不尽快破获此案，类似的入室盗窃、抢劫、性侵害甚至是命案都有可能再次发生。这时心情平复下来的王女士为警方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据王女士讲，嫌疑人作案时头戴面罩，身穿白色上衣，于是侦查员决定围绕这两条信息
对案发当天9点至14点之间离开小区的人员进行视频排查。在走访过程中，警方了解到案发小区一共有3个监控，其中2个能拍到小区内部，但都无法拍摄到被害人所住的单元入口，而另一个摄像头正对小区大门。那么这个摄像头能够记录下嫌疑人的影像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案发小区的院内，我们可以看到小区的南北侧和东侧都被建筑和围墙所包围，只有西侧这唯一的一个出入口，门口呢有门卫值守。那么也就是说，要想进出该小区的话，只能通过这个大门。于是警方立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视频。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大门监控中并没有发现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离开小区。难道犯罪嫌疑人选择翻墙离开小区，或者他就是小区的居民，再或者他换掉了作案时所穿的衣物吗？那么侦查工作又该如何继续呢？警方决定还是围绕嫌疑人着装特征的这条线索展开调查。我们只能根据经验来判断哪些人比较可疑。民警经过一连几个小时的调阅，终于在这个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监控显示，案发当天10点12分左右，一名身穿白色运动裤、黑色上衣的男子走出小区。在行走过程中，他一直低着头，似乎在刻意躲避监控。经过仔细辨认，民警发现这名男子不仅刻意躲避监控，还戴着灰色的口罩。案发当天滨州下着小雨，空气质量优良，根本就不需要戴口罩。而且呢，在滨州人们也没有出门戴口罩的习惯。而我们在监控视频当中看到，这名男子不仅戴着口罩，而且还一直低着头，刻意回避着监控探头。种种细节表明，这名男子的行迹十分可疑。那么他会不会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呢？从监控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戴口罩的可疑人员身穿黑色长袖运动服、白色运动裤，脚穿黑色白底运动鞋，拿着黑色书包，身高在1米7至1米8之间。警方继续对监控进行调阅，试图找到他进入小区的画面。很快民警就发现了线索，案发当天早晨6点18分，一名撑着雨伞男子走进小区。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名男子上身穿白色上衣，与之前那名走出小区的男子除上身衣服颜色不符以外，下身穿的白色裤子、黑面白底运动鞋、背着的黑色书包都十分相似，这完全符合被害人王女士的描述。通过比对，她就是10点12分左右戴着口罩离开的那名可疑男子。那么他究竟是小区居民，还是本起案件的嫌疑人呢？侦查员将图像打印出来，对小区居民、物业、门卫进行走访。他们都反映，这个人不是小区的居民，该男子的可疑度骤然上升。可在案发现场并没有获取到能够证明嫌疑人身份的痕迹物证。那么嫌疑人是谁？他又去哪了呢？警方只能重新调整侦查方向，寻找新的线索。警方以案发小区为中心，对嫌疑人进行了视频追踪，从南、北、西3个方向开始寻找他的下落。但由于案发时滨州开发区的天网工程建设才刚刚起步，案发小区门口的这条马路刚好处于天网监控的盲区，警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沿街店铺的监控探头上。很快民警就在案发小区北侧宾馆的监控中发现了那名可疑男子。监控显示，案发当天10点13分左右，他由南向北步行而去。宾馆北侧紧邻另一个封闭式小区，小区内的一个监控探头刚好对着渤海22路。所以说犯罪嫌疑人不管是进入小区还是继续往北走，都会出现在小区门口的这个监控里，
所以说我们侦查员重点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可疑男子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监控里出现。侦查员没有气馁，小区门口以北的沿街店铺全都安装了监控探头，这些监控的拍摄范围完全覆盖了北侧的整段马路。即便嫌疑人躲过了小区门口的这个监控探头，也不可能躲过北侧所有的监控探头。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出现，北侧所有的监控都没有记录下嫌疑人的身影。那么，他从案发小区出来之后，会不会横穿马路直接去了对面呢？民警立即调取了马路对面所有店铺的监控视频，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那么，这名戴着口罩的可疑男子究竟藏到哪儿去了呢？他会不会转个头往南走了，或者翻越围栏进入到这个小区之内呢？带着疑问，警方兵分两路展开排查。第一组侦查员调取了案发小区南部的视频监控，查看嫌疑人是否向南折返。第二组侦查员进入该小区进行调查。位于案发现场北部的这个小区，规模是案发小区的六倍，共有三个可用的出入口，其中两个出入口位于西侧，与渤海二十二路相邻，位于东侧的出入口与渤海二十一路相邻。可是通过反复细致的摸排跟走访，两组侦查员都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男子踪迹。案发小区到临近小区仅150米左右，警方对道路两侧能够用来藏身的场所都进行了搜查，但仍一无所获。道路上往来的私家车也没有任何异常，这名男子就在这百米长的道路上消失了。他究竟是如何脱身的呢？我们就想，会不会是换成了交通工具？所以接下来的调查重点就转移到了过路的出租车上。侦查员与案发时间段每一个过路的出租车司机都取得了联系，询问其在案发当天是否拉乘过这名可疑男子，然而却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数个小时，案件侦查工作始终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案发小区门口的马路呈南北走向，连接了多条城市主干道，高速公路和国道就在附近，交通十分便利。而且亚洲最大的单体车站滨州汽车总站就位于案发小区以南不到2公里的位置。如果无法尽快确定可疑男子的去向，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此逃脱警方的追捕。那么他到底去哪儿了呢？通过对渤海二十二路沿街监控进行了反复调阅，警方终于发现一条十分不起眼的线索。在可疑男子消失后，刚好有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红色摩的经过，而根据上一个监控镜头拍摄的信息显示，这辆车明显在这个区域内存在减速或停留迹象。警方分析，嫌疑人有可能上了这辆红色摩的，但是由于监控视频十分模糊，无法确认车内是否载客，更无法确认嫌疑人是否就在车内。但是我们感觉他应该是拉到客人了，他拉的这名客人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人？所以我们就决定以车找人。经过视频追踪，警方发现这辆摩的由北向南驶上了黄河二路，并沿黄河二路向东行驶，最终在3公里外黄河二路与渤海十六路的交叉路口附近消失了。当时我们就想啊，这个摩的会不会就是在案发现场周边拉活的？我们通过当地的派出所找到了摩的车队的队长，然后我们把部分的监控视频跟摩的的照片给摩的队长看了一下，摩的的队长直接帮我们找到了该车的车主。这辆红色摩的的司机告诉民警，4月26日临近中午的时候，他确实在案发小区附近拉过一名男子，因目的地较远，客人又戴着口罩，所以印象深刻。最开始他驾车沿黄河二路向东行驶，最终将这名乘客送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南门附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立即安排人到这个医院调取监控，
出现的男子就是从那个小区门口出来的男子。民警随即围绕医院对嫌疑人的运动轨迹展开追踪。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门前，只要围绕着这家医院展开调查，应该就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这项工作很难开展，因为这是鲁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三甲医院，有多个出入口，我们可以看到每天人流量车流量巨大。那么警方能从茫茫人海当中找到嫌疑人的踪迹吗？这个可疑男子啊，进入医院以后啊，消失在这个监控画面里。我们也确实很急切那个时候，然后分了好几个组，首先对这个医院医护人员啊进行一个走访，同时把这个男子这个监控里边画面的图片啊给打印出来，叫他们进行辨认。这个医护人员都反映都是没见过这个男子。警方随即以医院为中心，对嫌疑人进行视频围堵，但一连几日都没有在监控画面中发现嫌疑人的踪迹，案件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警方决定调整侦查思路，通过倒查监控视频来还原嫌疑人到达犯罪现场前的轨迹。通过认真的梳理啊，发现这个男子是坐了公交车，首先到了滨州汽车站，从滨州汽车站下车以后呢，然后步行走了大约将近1公里的路，然后才来到这个小区。基于这条线索，警方调取了公交车之前的行驶轨迹，一路倒查，一个让人惊讶的地点呈现在他们眼前，嫌疑人的上车地点居然是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南门。继续视频倒查，嫌疑人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时我们的士气还是很低落的，因为一开始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前期的线索很多，但是进展到现在我们感觉案件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只能又返回到医院查看医院进出的监控，希望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有关嫌疑人的线索一直没有出现，办案民警心急如焚。嫌疑人究竟是在医院藏身，还是从医院离开了呢？案件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呢？警方分析，嫌疑人在此之前先后采用变装、换乘交通工具、戴口罩等行为迷惑警方视线，因此也基本可以断定嫌疑人从这里出发，作案后又返回在此下车，是为了利用周边复杂情况逃离警方的追捕。一起看似普通的入室盗窃、抢劫、性侵害案件，嫌疑人目标明确，又为自己从作案到逃跑精心设计如此周密的计划，看来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那么他的计划真是如此的天衣无缝吗？这时全国百家刑警、滨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张永生带领侦查员对案件重新进行了梳理，发现了很多疑点。当时感觉这个案子非常蹊跷，技术开锁这样的案件它有一定的特点，犯罪嫌疑人到达一个小区里，他会连续作案，在一栋楼上或者在一个小区里，或者是在好几个小区里进行连续作案。警方前期走访调查的结果显示，本起案件的案发当天，不仅案发小区内没有其他侵财类案件，临近区县也没有发生类似案件。所以说是我们大胆怀疑犯罪嫌疑人进入小区后就直接进入家中。嫌疑人于6:18左右进入案发小区，如果他直接进入到被害人家中，就意味着截至10:12离开案发小区，他在被害人家中逗留了3到4个小时。以盗窃为最初目的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地点竟逗留了3个多小时，而且用来捆绑被害人王女士的胶带是嫌疑人自己带到案发现场的，这一点极为异常。而最让张永生觉得可疑的是，这起最后转化成入室抢劫性侵害案件的案发时间，如果其他东西都能合理解释的话，这个案发时间是很难解释的。所谓一般的盗罪、一般的侵财性犯罪选在
上班的时间入室盗窃，星期六早晨清晨是双休日，正常情况下每一家人都会一家人在家里睡懒觉或刚开始起来做早饭，是这么个时间。张永生发现的疑点究竟如何才能解释得通呢？一个新的推论从张永生脑海中浮现。我感觉实施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了解被害人的家庭情况、居住情况、家庭成员情况、家里人谁在家谁不在家，甚至大胆推测犯罪嫌疑人知道这个女被害人会正常下班自己回到家中，并且家里不会有别的人存在，他能知道这么细，但能同时达到这个条件的会很少很少，至亲至友身边的朋友。熟人作案，这个判断恐怕被害人和他的家人接受不了。按照这个推论，那么嫌疑人又会是谁呢？而且根据这个思路来侦查的话，警方的侦查方向要做出重大调整，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这样的推论能否帮助警方成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呢？5月4日，警方再次对被害人夫妇进行了询问，并让他们仔细辨认出现在监控画面中的嫌疑人，但是夫妻二人仍表示自己不认识这名男子，而且丝毫没有熟悉的感觉。难道张永生的推论是错的吗？所有的疑点都仅仅是巧合吗？侦查员没有轻易放弃这条线索，坚持让王女士夫妇列出了十余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清楚被害人的家中情况。张永生坚信嫌疑人就在这份名单之中，并安排警力逐一核查。很快民警就排查出了5名具备作案条件的人员，这5个人是王女士丈夫的同乡好友，案发时都在滨州生活。我们侦查员立即找到了这5个人，这5个人均表示案发时都不在滨州，其中4个人表示当时在淄博张店区的工地上上班，只有1个人表示回了高清的老家。这5个人中会不会有人撒了谎呢？从地图上我们能够看到，淄博市张店区位于滨州南部，直线距离60余公里，驾车需1.5至2个小时，而高清县则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直线距离20余公里，驾车仅需30至50分钟。这5个人都具备作案的可能，警方立即对他们展开深入调查。这时自称案发前后一直在高清县老家修整房屋的董某浮现了出来。通过调查发现，董某妻子的名下有一辆黑色轿车，而对这辆轿车的轨迹进行分析后，一条线索让侦查员们兴奋不已。案发当天，这辆轿车曾经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出现过。4月26号早上，董某的汽车驶入了这个滨州医学院的南门以后，时间不长，10来分钟的时候，就是犯罪嫌疑人从滨州医学院的这个南门步行走出。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当时驾驶这辆轿车的人会不会就是董某的？由于监控截图太过模糊，警方无法确认这一情况。但是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案发前一天晚上，董某曾在被害人居住小区附近的宾馆里入住，这说明案发时他并不在高清县。董某对警方说了谎。不仅如此，董某所住宾馆不远处就有一个公交站，而嫌疑人就是从这个站点下车步行走到了被害人家中。董某的轨迹与嫌疑人发生了重合，这个人就是他，我们把他当成了重点进行审查。侦查员心中一阵狂喜，案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现在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董某就是监控中的那名嫌疑人。警方在对黑色轿车的行驶轨迹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又有了重大发现。当犯罪嫌疑人做完案以后重新返回到滨州医学院的时候，从南门进入以后有20多分钟的时间，董某的那个汽车又从滨州医学院驶出离开，
时间上非常吻合。黑色轿车的行驶轨迹两次与嫌疑人的轨迹发生接力，而董某的活动轨迹也与嫌疑人发生重合，这一定不是巧合，董某就是本起案件的嫌疑人。5月5日，警方在确定董某的行踪后顺利将其抓获。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董某对盗窃、抢劫、性侵害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董某交代，警方在高新县一处农田里搜寻到其作案时所穿的衣服、口罩、鞋子和使用的胶带等物品。嫌疑人董某称，自己与被害人丈夫是生意伙伴。2014年，二人在一次劳务分配时发生分歧。董某认为分得太少，被坑了。多次与被害人丈夫协商，也没有获得自己满意的结果，因此心生怨气。他决定也要让被害人的丈夫感受一下被坑的滋味。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董某接触到了被害人家中的钥匙，便偷偷配了一把留在身边。4月末，董某在了解到被害人丈夫要去外地不在家中，而被害人近期上夜班后，决定动手。案发前一天晚上，他制定了一整套计划，并购置了手套、胶带等作案工具，从高清出发，行驶30余公里，选择在被害人家附近的宾馆入住。案发当天一早，董某从宾馆一路驾车行驶8公里左右，来到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将车辆停在停车场，然后从医院乘坐公交车来到距离被害人小区1公里左右的滨州汽车总站下车，然后步行来到被害人家中实施犯罪计划。董某在被害人家中并没有翻到什么财物，于是他藏在被害人家中，等王女士回到家中睡觉时将其捆绑抢劫，并对王女士实施了性侵害。作案后，他徒步走到来时下车地点，搭乘公交车返回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再在停车场驾驶黑色轿车离开。至此，426特大蒙面入室抢劫强奸案成功告破，董某最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张永生，1978年出生，现任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先后荣立个人1等功一次，个人2等功两次，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托里、巴音郭楞、拉萨、林芝，为了追捕逃犯，18年来，张永生走遍了大江南北，年均超过200天出差办案，超过500小时加班加点。他用血肉之躯、无畏之魂、创新之志和无法动摇的毅力，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13年11月23日下午2点左右，滨州市博兴县周庄村村民在河边放羊时，发现了一个编织袋，袋中散发着股股恶臭。从近处可以看到露在封口外面黄黑相间的毛发，惊慌失措的村民立即报警。法医的尸检结果显示，死者为一名女子，身高1米5左右，因被他人勒住脖子而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在1至2个月之间。从尸体上发现的玉坠、金耳钉、银戒指等财物判断，凶手不图钱财，因为熟人作案。那么死者是谁？凶手又是谁呢？我们对死者这个所有的穿着打扮进行了系统认识以后，我们对这个死者大体的身份进行了大体的概括，符合我们周围这几个地方的娱乐场所里工作的妇女穿着打扮。警方立即对周边娱乐场所进行排查，并围绕最有可能确定死者身份的财物及纹身等线索展开走访。一连数日，
死者衣物、饰品的卖家相继被查明，各娱乐场所也被警方走了个遍，但却没能查到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就是遇到了个瓶颈，没法突破了，没有出现比较大的进展，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工作重点呢就转移到了现场的其他物证上。此时警方所掌握的其他物证只剩下包括尸体的编织袋，按照经验，如果对编织袋进行调查，可能会因为调查范围太广而难以出现指向性的结果，因此在侦查顺序上被排在了最后。究竟要不要将侦查方向转移到编织袋上，张永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被害人包裹在一个磷肥袋子里，打开编织袋子以后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大袋子，2米乘3米多的个塑料薄膜，这个边口非常齐平，属于机器裁压的齐平，并不说是自己拿着剪刀或刀子自己刮的情况，所以这个薄膜呢应该有，当时我们分析应该是有专用的用途。根据这一细节结合其他研判结果，张永生在案情分析会上说出了自己的推论，尿素编织袋和塑料薄膜很有可能同时存在于某一工厂或商店中，只要循线查明该品牌尿素所有的买卖环节，就有可能找到符合条件的工厂或商店，进而查到凶手的身份。但是根据这样的推论进行调查，究竟能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张永生的心里也没底。任何线索分析只要能超过30%，就值得我们去拼上100%的力量去干这活，哪怕一点结果都没有。案件侦查容不得说不，再难走的路作为刑警也要坚持走下去，希望再渺茫的线索作为刑警也要坚持查下去。带着这样的信念，张永生等人从尿素的生产厂家入手，在短短3天时间里，不分昼夜走遍了鲁北大地，翻遍了50000余只尿素编织袋，一直查到了流通环节的最末端。最终张永生等人查明，包括尸体的尿素编织袋及塑料薄膜出自60公里外位于淄博市的一家家具生产厂。经过调查，这家工厂的副厂长王某和一名叫田某的卖淫女长期保持着非正常男女关系，近期田某突然失踪，通过走访警方确定本案的死者正是田某，该厂的副厂长王某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11月30日，警方将王某抓获，到案后王某对杀害田某并将其抛尸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起轰动一时的杀人抛尸案，在技术手段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张永生等人依靠细致的观察、准确的研判和不舍昼夜的调查，用短短7天的时间就成功告破。作为刑警来说，面对大要案，我们没有退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破其他警中破不了的案子，抓其他警中抓不住的逃犯，这就是刑警。侦办重特大刑事案件是张永生的主要职责，哪里有疑难复杂案件，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在全国各地抓获了多名潜逃10年以上的命案逃犯，张永生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智慧、汗水以及坚定的毅力，谱写了一曲曲除邪恶、保民安的壮丽华章。城中村惊现裸尸，被害人丈夫为何含糊其辞？工地门卫突然返乡，是畏罪潜逃还是另有隐情？被害人行踪诡异，突然出现的黑色轿车又会带他去向哪里呢？
鹰眼栏目近期播出。